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万一有一天，我是万一。美好的一天从你的第一个微笑开始。今天我还是在漠河，一会儿中午的时候收完最后一个快递，我们会去到中国最北的一个村庄北极村。我现在是在漠河的初心广场，在我们的注册地前边呢就是一条河。昨天看到我视频的朋友应该还会发现哈，这条河还没有完全的冻住，但是今天这条河已经河面全部都结上冰了，太漂亮了，这白茫茫的一片。走，现在下来看看这个冰现在结了有多厚了。昨天晚上就特别冷，我把采暖开到二档，车内的温度也就只有13-14度了，就比平时的车内温度就下降了2-3度，这天儿会越来越寒冷了。看看这冰，这河边上的冰都已经很厚了，哎，这都有1厘米了。昨天我来看的时候，可能就一两毫米吧。这个时候，整个河床都已经冰冻了。现在是10月中旬，这河床应该要冻到明年的4-5月份吧，应该才会解冻。现在正是进入冬季了，但是目前这个冰面肯定还是不能承受人，应该还得过个1个多月吧。这个冰面要达到1米厚的时候，估计那个时候人在上面走就很安全了，然后上面还可以滑冰了，那就好玩了，有意思了。再往前走一走，还没有看到过像这样结了冻的河面。前两天还在这河里可以划船，现在已经封航了。我们的海盗号目前暂时不能下水了。走了才几公里，现在又停下来了，现在拖挂出问题了，前车跟后车的连接器又出问题了，好像是电路的问题。现在我们到了这一排很多汽车修理厂，到这里来检查一下，看看是什么原因。这拖挂的问题真的太多了，我个人感觉真的还是自行式的这种 C 型房车要好很多，没有这么多麻烦事儿。你好像在搞不了吧？找电路的吧？有没有找电路的师傅？来，这里边线断了。这连接这里的线又断了，走不了了，耽误了将近1个小时，现在已经弄好了。这里的灰尘太重了，对面在拆迁，太大灰了。现在我们继续出发，上车了。车都没停好，
小彪要着急下来，你看。好了好了，我抱你，来过来，来过来。哎呀，别动嘛，我抱你就别动。来，哎呀，哎呀，啊，看到他的好朋友们了。这里就是我们今天的露营地了。哇，那边那个晚霞很漂亮啊。哦，对面就是俄罗斯了。对，这里离俄罗斯好近好近了。对，这边。车都还没停好，先把车停好。这会儿烧水。煮一碗面条，再加一个鸡蛋，鸡蛋在这儿，再加一个鸡蛋，因为今天是七哥的生日，这会儿他自己还不知道，我们今天给他过生日。来，生日蛋糕，就行了啊，穿进去就行了。要不上去以后再点，我蜡烛插好，上去以后再点。插好，上去。我害怕钻过去。它是红色吗？它喜欢黄色。过生日。热气腾腾的长寿面做好了，哎，就等这碗面，我们就要开饭了。现在给他送过去。嘿嘿，帽子都戴上了，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快乐！来，干一个！蛋糕也准备好了、啊，来干一个，干一个，大家！干一个，干一个！生日快乐啊，七哥！哎，我就用这个呗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哎。来瞅一眼长寿面，来，生日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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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瞅一眼长寿面，把烟拿出来，瞅一眼长寿面，吃饭了，吃饭，吃饭，吃饭，啊，吃饭，吃饭。吃吧吃吧吃吧，别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笑一个，真棒，你气得真好。你笑一个，这帽子戴着，风格一下就变了。新疆人，你是新疆？哎呦，院子好冷干呐。是是是。啊，螃蟹蒸好了。哇。把你的那个什么，把你打火机拿了。好。我再点上。我自己点的，是要唱首歌。彩沙，嗯，彩沙，吹蜡烛了，快来，彩沙，哇，家里，这个感觉太棒了，温馨的呀、嗯，浪漫的生日 party。啊你，关灯关灯，你是不是傻？张姐一摸就行了。好。啊，电视机没关嘞。电视机算了吧，算了吧。来，我起啊！咱们英文版还是中文版？我都可以的。中文版。一二，祝你生日快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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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吹蜡烛。哎，怎么圆呢？吃饭，吃饭，吃饭！好，开灯吃饭。